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去年刚过50岁生日的金马奖，今年一样是影痴们绝对不能错过的年度电影盛事。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金马执委会的大家长文天祥韦老师为我们分享。欢迎文老师。凯英你好，异想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文老师是我们很多人的电影的启蒙导师哦，是影展界的一代宗师。金马国际影展每一年都会搜罗国际影坛三大影坛的最新的年度佳片嘛，所以我想请文老师先帮我们介绍大师的新作好不好？是，就像凯英刚才提到，就是金马影展作为台湾最大型的一个影展，所以他在搜罗影片上面其实确实就是费了非常大的一个功夫。大概今年你会看到坎城影展的金棕榈大奖的得主冬日苏醒，还有像柏林影展最佳导演奖的得主年少时代，甚至是这个威尼斯影展那些得奖的影片，全部都会集中在今年的金马影展介绍给大家。我自己就会从一个比较就是影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抢时间，然后在有限的金钱的状况下来选片的话，我通常会先关注一下，就有些电影可能没有机会就是说没有机会上院线，可能要利用影展的这个时候看的话，我会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在这次的大师单元当中要去看肯洛区的自由之秋，还有就是雷奈的憨歌唱爱这两部片子。是为什么呢？我一直觉得肯洛区是一个可以用，其实雷奈也是可以用伟大来去形容的导演。那自由之秋表面上是讲一个1930年代的故事，一个略带有这个左派理想色彩的一个叫做 Jimmy 的一个男人回到家乡，然后很多的这个听过他名字的年轻人都跑来说，哎，可不可以把你以前就是那个会馆，他有一个空空的这个房子，很大的一个空间，让他重新开幕的。他就在这个会所里面，就是大家可以谈论时事，大家可以在里面唱歌跳舞，可以在里面开妈妈教室都可以的。那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而且可以让整个地方活络起来的事情，可是政府呢，警方啦，还有这个教会啦，都觉得这是危险的事情，因为你可能在鼓动大家有一些太过于自由的思考。那当然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哇，这个太不可思议了，这是很普遍的事情，很普通的事情。可是在30年代的爱尔兰可能不是这样子想。那我觉得像这样的电影其实摆在今天来看还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你永远会看到很多保守的或者是既得利益阶级的，他可能会担心改变，那他可能就会对这些美好的事物去给予打压或者是驱逐这样。而且肯洛区其实年纪越大他的幽默感越多，所以一点都不僵硬，那看起来我是觉得很好玩的一个作品。那雷奈的憨歌唱爱当然讲来有一点点感伤，因为这个作品我今年2月在柏林看到，那得奖完一周以后雷奈就过世了。那这个片子他好像是在也是用很幽默的角度在写一篇遗言一样的，因为他在描述有一个病入膏肓的男子，那他的消息被这三对夫妻知道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就是念在往日旧情啊，应该要去照顾他啊，应该去提供一些协助。没有想到三对夫妻的这个太太呢，都对这个就是行将就木的男人，哎，就产生了一些很奇妙的这个情愫的变化的，那变得害得这三个老公或三个情人都开始紧张起来。你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快要进棺材的人对于还活生生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威胁感。那他也采用了一个就是结合了剧场跟电影的形式去说这个故事这样。所以我常觉得来看这个单元的朋友，当然很多人是一方面朝圣，就是说哎，这些都是大师中的大师这样。对，可是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更多时候我们可以发掘一下大师何以成为大师，他们在看世界看人，甚至就是说对电影的一些角度跟观点，确实即使到他们已经就是70、80岁的时候还是很有启发性的。对，其实就在这个单元里面，高达大师他83岁了，还在挑战电影语言呢，居然拍了 3D 片。文老师，这是什么样子的 3D 片？是我们从来没看过的，对不对？真的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看过。我是今年5月在坎城的时候看这部叫做《告别语言》这个片子呀。其实高达在去年底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一个3D， 但它是一个3段式的影片，那就已经对3D 就是提
出了一些看法。但是这部告别语言确实是他第一部就从头到尾的 3D 电影，这真的是我看过全世界最怪的一部 3D 片。表面上故事好像很诱人啊，一个就是像一个女人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个女人有包袱，这个男人很自由，还有一条狗，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可是他不停地在去，你想说挑战，所以有点故意去扭曲 3D 的功能跟意义，就是我们要把 3D 电影，我们看到这个立体感啊，好像整个的视野跟空间变得更开阔了。对，那他会故意有些时候会错用那个 3D， 让你突然发觉到说，哎，其实3D 让我们看到好像很拟真，拟真到我们好像在那个空间里面，但其实只要当中一变更一个位置或是一个指令，你就会看到左右的一个扭曲或者相反，或是一个影像的一个拉长或者是压扁的，那他玩了很多就是这类的东西。那这个影片老实讲，在坎城演完首映的时候，哇，有的人虚，有的人起立鼓掌，两边就开始校正起来的，那是一个很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非常迷人的一个状况。对，我从来不会说每个人都会喜欢高达的电影，不可能，这太像卖油的人讲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永远充满启发性，但是也永远充满争议的一个导演。对，是真正的大师，真的是有人就会恨你入骨，有人就是会为你叫喝彩这样子。对，那我们刚刚谈完了人人敬仰的大师，我们来谈就是一鸣惊人的新导演好了。文老师，今年影坛有哪些黑马就是虏获了大家的眼球嘞？美国的日舞影展，这个是全世界独立制片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发声的地方，当一个舞台。那今年的最佳影片晋级的鼓手会在金马影展做台湾的一个首映。除此之外，今年在坎城影展拿下最佳新导演金摄影机奖的《我妈妈是派对女孩》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片子啊，因为女主角就是其中一位导演的妈妈，所以里面的演员都几乎是真人现身说法，粉墨登场，有点甄嬛难分的这样。我想只有法国人会这么大方的把自己的故事就这样子赤裸裸的摊开来，对摊开来，而且自己演自己的。那还有几个我觉得更特别的影片，比方说今年有一部瑞典片叫《非一般同学会》，这是我看过在影史上最可怕的同学会电影的。他讲到一个叫做安娜的女人呢，去参加同学会，刚开始都很正常，就大家这个话说从头啦，在闲话家常，突然之间他就站起来细数每个人当年对他的霸凌，就是对他所造成的伤害，突然之间就整个的同学会就变掉了，然后这个女人呢就被嫁出去的，然后突然镜头一转，他告诉大家，其实他没有被邀请去参加同学会。刚才各位看的前半部的剧情是他猜想他如果去参加同学会可能会发生的惨剧这样。对，所以他就说，那接下来呢，我要去邀请这些真正的同学，然后请他们来看我拍的前面就这个部分这样，然后再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请我去参加同学会，以及当年就我这样子说当年发生了这件事情，你们认为怎么样啊？那有人晋升，然后也有人就是辩解，有人是完全避不见面的，是一个很我觉得非常有才华但是非常大胆的一个作品的。那亚洲部分也有一部韩国片叫《青春物语》，但它的物是请勿打扰的物。那这个作品是讲一个很看起来很孤僻的一个转学生，那到了新学校以后不太跟人家接触，后来同学才发现到他有歌唱的天赋的，然后他也因为音乐开始就卸下这个心防。可是当一段他唱歌的这个影片被摆到 YouTube 以后，事情就整个变掉了。那他在转学之前的这些黑暗的这些伤痛呢，全部都涌出来了。那这个作品从釜山影展、鹿特丹影展一路得奖下来，就几乎是横扫了这个各国的这个电影奖。那连马丁·史克西斯都盛赞，这是他近年看过就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新人作品的。那我觉得这个片子可以带给台湾新导演其实蛮大的一个启发跟震撼，就是说他也没有很多的资源，但他的剧本写得非常之扎实，然后也透过这种好像我们也很熟悉的这种青春校园的故事，但他辐射出来对于教育、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尤其是对于家长对其他的这个别人的小孩的那种事不关己但过度保护自己孩子，然后就是纵容他们犯错的这种扭曲的状态，有非常偏僻入里的一个描写这样。所以确实影展里面的新导演新世代这一块对我来讲是
让你继续办影展的一个动力。对对，因为你会觉得哎，好像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去挖掘，值得介绍给台湾的影迷朋友。你会看到一个妈妈，然后跟你讲，她当年到台北来工作的时候，她是怎么看着2020。或是真真邓光荣的电影度过他的青春岁月的，讲着讲着还是会流眼泪啊。或者你也可以看到时下的宅男为了桂纶镁决定加入电影界，对，很多我觉得很可爱。就是真的，如果没有观众，或者是没有这些因为电影而做梦的人的话，电影为什么？今年其实还有一个单元叫做传奇人生，对不对？也是电影类型里面很精彩的一类，就是所谓的很多的电影狂还有摇滚控他们的精彩人生。所以影展里面有哪些片子呢？是这个单元，对，确实是有很多所谓的特殊影迷喜欢。比方说如果你喜欢国江乐团，喜欢碧玉，喜欢尼克凯夫的话，你应该就会很喜欢这个单元，因为里面会有一些用非常特别的角度或是方式呈现他们的创作跟音乐才华的这个作品。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比方说像意大利的导演斯寇拉去拍费里尼，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角度。怎么说呢？因为斯寇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那他跟费里尼也有超过40年的交情。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他去拍费里尼的纪录片就不会是一个流水账，不会是一个西元1900多少年他得了什么奖，他拍了什么片。对，相反的，他会自我解嘲，甚至用这个很有趣的比喻，比方说大明星马斯楚艾尼的妈妈就会跟斯寇拉说，你看你就不是一个好导演，对，我的儿子在你的电影看起来这么丑这么脏，你知道他在费里尼的电影里面就变成世界的金童的，就是会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切入的角度这样。那另外也可以看到像拍摄这个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的梦与风响的疯狂的王国，那这个纪录片很难得，因为我们知道宫崎骏真的要退休了。那这次他很难得的让一个纪录片女导演带着摄影机进入到他的工作室，去记录这群欧吉桑工作的状态，以及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创造出这么多神采飞扬的这些作品。然后真的也道出了一些很诡异的奇妙的人际关系，是看他们动画的朋友想都想不到的。所以有我觉得蛮有这个解密的这个快感在看传奇人生这个单元里。对，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的感觉。对对对，有点这种味道，有点这种味道。其实今年也有很多新片，台湾的新片产生。所以文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预告一下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国片呢？对，我们会非常欢迎一些优秀的国片，就是把金马影展当成他们世界首映的一个舞台。像我们今年的开幕片《极光之爱》，它是戏剧大师李国修的剧本，那是由他的长子李思源，今年才23岁而已，就是由他指导改编。我蛮欣赏李思源的一个魄力啊，他说我其实只是可能只有10%就是用了原剧的内容，但是我相信我是100%去表达了父亲在创作的这个精神的。我其实当听到他拍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丝疑问，就说哎，为什么你不是拍西出阳关，拍京戏启示录，拍女儿红，这些就是更大的更经典的剧作。后来我一想，哎，一个20出头的一个导演，他最有把握或者他最感兴趣的题材或内容，哎，也许是像《极光之爱》，里面讲到了不同世代从这个对立的观念到互相走向对方的一个和解，一种理解，然后以及就是透过了各种的冲突，去重新回到那种纯爱的初恋的一些单纯的。我后来想通了，觉得对，如果是他要来当导演的话，应该是符合他，而不是符合他的父亲。所以我们挑了这个片子，我觉得也很符合金马五一的精神。你一方面传承，但是你一定要有崭新的面貌可以让别人看得到的。那很特别的是今年应该是巧合，就是说除了《极光之爱》是跨越了剧场跟电影以外，其实有另外一部叫《时下暴力》。那这个作品呢，其实里面主演的演员都是在剧场界非常知名的剧场界的大牌明星这样。对，但可能对电影界的观众来讲是新人。对，但他们的表演都非常的精彩。那更特别的是，这个片子是由一群平均年龄大概只有25岁的年轻人，他们组成，他们发想，他们去完成的。
不要再让大人们说，哎，你们年轻人做不了什么大事，一直用22K 或是用年龄来去打压你们这样。那我觉得这群人太有志气了，他们决定就是去实作，去用一个作品来去表达，无论是他们的愤怒或是他们的才华。所以这个作品不但就是对抗了成人的，就是更成熟的这个世界，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试图去颠覆就是青春就等于单纯这样子的一个信条。那另外还有很特别是今年有两部纪录片，一个叫做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对，那是在新电影30周年后，那台北市政府就是主动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然后请了谢庆麟来去指导这个作品。然后他很特别是他几乎是环游世界，从日本香港、中国大陆、泰国、法国、荷兰，甚至到阿根廷，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从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认为是一个岛内的电影革命，到底对整个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启发跟作用？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很特别的。对。那另外，文化部也因为去年金马50，所以委请了杨立洲导演拍了一部《那时此刻》。不过各位可以放心，这个片不会是一个金马奖的一个报道或者是一个流水账。它最特别的地方是找到了庶民跟电影之间的一个关联，这一点是我看的时候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你会看到一个妈妈，然后跟你讲。他当年到台北来工作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着《2020》或是《真真》邓光荣的电影度过他的青春岁月的？讲着讲着还是会流眼泪啊！你可以看到几个大叔啊，然后说起这个当年无论是退出联合国或是这个台美断交啊，然后他们看了这个《梅花》，看了这些爱国电影，决定这个从军报国的这个雄心壮志，以及他们不太了解现在台湾的这些变化。或者你也可以看到时下的宅男为了桂纶镁决定加入电影界，对，很多我觉得很可爱。是，就是说真的，如果没有观众或者是没有这些因为电影而做梦的人的话，电影为什么还会存在呢？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就是这两部纪录片也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度去切入这样。那金马影展也会是很多短片的一个就是首映的一个舞台这样。我时常会鼓励尤其是想要拍电影的年轻朋友们去看这些在金马影展放映的这些短片，因为在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年龄跟你相仿，或者是说非常有才华有创意，但他资源可能不是那么多，但他怎么用这些有限的资源让大家看到他们在15分钟20几分钟里面可以表达出来的这个想象力也好或是观察力也好。那金马影展能做的就是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舞台，让大家可以尽情的去展现。那当然金马的招牌也许可以再帮助这些被挑选的这些可以被放映的这些作品更方便或是更容易可以踏上一个无论是国际的或者在国内的其他竞赛的这个舞台上。那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在里面无论是看大师或者是看这个新秀，无论是看国外或者是看国内的这些影片，都可以怎么讲各取所需，然后呢可以为自己调配出一个就是盛宴一样的一个电影的嘉年华。其实只是一张票给了我的，第二年我自己买了48张票自己花钱去看金马影展，每天一下课就跑去。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看了贾曼的电影，看了侯麦的电影，看了这个塔科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17岁的时候，我就哇，我的世界完全改变了。文老师其实自己也是影迷的身份呢，到现在一直还没有改变过，对不对？对对对。我想问文老师版的《那时此刻》是什么样子的心情呢？其实我自己对，就是说金马影展对我来讲非常重要，不是因为我这几年在这里工作，我大概16岁、17岁，第一次看金马影展。那时候很有趣，其实只是因为我帮校刊写了一篇文章，我还记得我写了一篇《美丽史翠普》的文章这样，然后那个校刊社的学长就送了我一张票，说你可以去看一下影展这样。那我就拿着那张票去看了金马影展，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好奇妙的一群人这样，然后看电影这么的投入这样，然后看完电影还在那个戏院讨论的其他的影片或是接下来要看什么看什么这样。其实只是一张票给了我的，第二年我自己买了48张票自己花钱去看金马影展，每天一下课就跑去。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看了贾曼的电影，看了侯麦的电影，
看了这个塔科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在十七岁的时候，我就哇，我的世界完全改变了。因为那个时候，尤其我们男生比较可怜，没有当完兵是不能出国的，是不能出国的那我们怎么看到外面的世界呢？那院线都只有港片、台湾电影还有好莱坞电影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八零年代末期的时候，那台湾只有一个影展，就是金马影展。那它让我在瞬间看到了我各式各样的，不只是人、历史、地方，甚至还有看世界的一些角度跟观点。那从此以后，我就应该说一股脑的就投入到这个看电影的这个世界里面的。当你把电影当成了某种不只是乐趣，甚至你被改变了，你也想要去把这个乐趣带给其他人，改变其他人的时候，办影展有点像是一个传教的行为对，然后我觉得我受到震撼的那这些作品介绍给大家，然后说不定也因此改变了其他人，而这些人会在继续的因为他们所看的美好的电影去美好这个世界，何乐不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电影的那个快乐，是无论做电影的任何一个工作都不能被破坏的最初衷所以我想讲说，如果有一天写影评、教书或者是策展会违背我看电影的快乐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了那幸好我好像还蛮逆来顺受，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没有妨害我看电影的快乐，我还是一个蛮能够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就是得到很多很多乐趣的人所以这也是就是我们在邀片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比方说我可能在柏林在鹿特丹被一部电影哇震惊到震撼哇怎么这么厉害我一定要叫杨雅子来看叫魏德胜来看这个片子这样那你就会想说那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给带到台湾来那甚至会建议或者是推荐片商朋友们一起来看对因为影展最多可能就是一部片大概就一千多个人看到最多的时候但是如果它可以被引进到台湾的话无论是在戏院上映或是日后出 DVD 或是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的时候我相信它的一个影响力那个范围可能会更大可是影展要跑在最前面因为你可能要做一个率先改变的或者是说带领观众去变化或者影响引人或是影响片商去变化的这个先驱者对所以八零年代初期有了金马影展做下来以后你就会发觉到了九零年代的时候台湾的独立制片的片商就越来越多对然后大家开始会进一些欧洲的亚洲的甚至是我们不太熟悉的甚至非洲的这些作品到台湾来然后以前被觉得好像很另类的同志电影或者是一些纪录片也都越来越多可以上戏院了所以那金马就会有在一个就是在更进一步的目标可能大家已经被片商注意到的部分那我们也许就不用再花那么多的力量但是其他被忽略的我们可能还要再花更多的心思让这个好的电影可以带来的好的影响可以在台湾能够深根的更扎实一点的对就也许大家就因为那些新的电影然后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希望是这样子那今天非常感谢文老师帮我们分享金马的片单明天我们来谈重头戏金马奖谢谢文老师那里谢谢